嗨，我是龙猫。那因为很多人会跟我说，他打王的时候会断蜘蛛，然后之类的。对，那我很简单，很简单的教你怎么样打王的时候尽量不断。当然还是会断，不可能不断，不尽量不会断蜘蛛。好，我这边随便买一个白盾。我随便买了一个白盾。好，把我大力组换下来。我打一场，我用一场，但战术数字还是太高，战术好像还是太高，我还要再拿一个楼下来，我再拿觉醒技能物理伤害下来，我用这个方式打一场世界，因为这个就是有点模拟拓荒啦，模拟拓荒的时候，你伤害不够的时候打世界会涨，因为你现在看我打世界，看哪需要什么断不断蜘蛛啊，世界就被秒的，是要断什么蜘蛛？所以我现在用了一个白盾，然后蜘蛛刀走2L， 我猜啦，现在伤害差不多1000万出头吧，差不多就是蜘蛛刀刚组好，差不多1000万出头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你不要追我，因为对，就是已经就是一个示范类型的。好，我不小心没招满蜘蛛，不过算了，没差。好。但这样输出好像还是太高哎、欸，他怎么要死了、啊？我本来预估他应该要放两次球哎、欸，但这样输出还是太高了、欸。但可是再拔一个 mini damage 会不会太夸张了？这样应该会剩下500换吧？啊，算了算了，反正我已经尽量拔了，我已经尽量拔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时候，像这种时候，对，这种阶段王，你看到我换了一下武器，把我的蜘蛛全部弄掉，3 2 3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蜘蛛的持续时间是固定的嘛，那它如果还没有蜘蛛全部没有消失之前，它是不会，等一下，我认真打，因为看。哦，这真的太硬了，这真的有点太硬了。吃冰球没差，好，因为蜘蛛刀的持续时间是大概1分钟嘛，那1分钟之内，你如果都没有让它的去重置的话，像今天阶段王现在可能就差不多剩下半分钟，那我用这个剩下半分钟把它打掉之后呢，我可能到世界那边的时候，差不多就只剩下十几秒了，我主动把蜘蛛全部弄掉，然后重新叫一批新的起来，这样子的话，我等一下打下一个阶段的时候。我就会是最，就是我就不用再补蜘蛛，你懂吗？像现在这个情况，对不对？就一样，我们打开，直接主动把蜘蛛全部弄掉，然后在这边原地走，2 1 2 1 3 2。那这个要习惯一下，就是你要稍微，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有计算器嘛，所以没有那个秒数时间，所以你要稍微体感一下你的蜘蛛剩下多久，这个玩久就知道了。我只能跟你讲玩久就知道，这没办法，这个就是有点像是 LOL 里面记人家技能时间那种感觉嘛。啊，这没办法，大地主就因为。三封剑的伤害就很够嘛，但你不要，你知道就很这个很奇怪，但就是有大力组当然会更强啦，可是当然不是没有大力组就不能玩蜘蛛刀嘛，我已经演示过了，我那只 AA 盾21都可以过恐惧了，然后过金恐惧增伤了，好，那就一样，那今天是以世界这种阶段很明显的王来做示范啊，啊你如果说跟我说你今天是1 3 2 1 1 3 2 1 2 1，你今天跟我说你是打什么恐惧，你不小心翻船了，然后你
重新叫蜘蛛叫不起来，干我也是啊。那个就没办法、啊，那是没办法，你就看我打恐惧那支影片啊。好，根本就不会痛。你就看我打恐惧那支影片哦，那没办法、啊。哎、欸，那个就是你尽量不要翻嘛。我刚想，蛮好奇，我刚刚吃了会不会死了，结果也是无感。啊，看，这个有价吧？看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是啊。干、欸、啊？啊，这样也赚钱？还是困难模式比较容易喷宝？啊，那大概就这样子啊、我是龙吗？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。那我觉得啦，蜘蛛刀真的是你只要有一把蜘蛛刀就可以玩，真的已经很便宜了。然后我的玩法之后还会再发一支，就是顶配版的蜘蛛刀，因为我刚刚在那个一小时，差不多一小时前，我也洗到了一颗超级超级顶级的十二天星团，对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丢在哪里啊？好，这颗呢是 T1 混抗，然后 T2 ES， 然后 T3 攻失数，然后跟35%效果。那这颗十二天呢，整个国际服没有人在卖场上挂这颗，对，这颗目前整个国际服的卖场里面只有我有，然后这颗是对玩叶子的顶级新团。好，那就对，之后还会再发一支那个顶配版的，就是真的就是最贵最贵的大力度蜘蛛刀，对，那就再期待一下。那你如果还在问我说可不可以再更低配了，那就是玩我那支21蜘蛛刀嘛，然后它应该算勉强就是你如果今天凑不出那个钱的话，那其实你玩其他流派，因为那个21能够玩那只可以过恐惧金点金的，已经 CP 值算高了啦。对，那希望你玩得愉快，然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下面问。那我的 DG 还会有一个蜘蛛刀专区，就是专门回答那个蜘蛛刀问题的。那你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都应该这边都稍微有回答到。然后有我没想到的问题的话，你再问我，我会再补上去。好。那就这样，感谢你今天收看，我是龙猫，我们下次见。准备开奖哦，3、2、1，走。你看，一堆人被炸退。